钢弹列车长109年6月1号，核弹特别站8:41，首发车是4022次江原信号刷新的超值微笑全快车，用87、218以及401次江原信号锁定了泰鲁格之桥。1013梯原油103呢，猴子在鲁格之桥啊。耶，我的猴子在鲁格之桥啊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哇，超帅的，有了有了，高铁通运行，双单运行，哦，进来进来了，拉进来了，微笑超帅，还有南港。高铁列车1602次，高铁跑走了，大概搁这里了，老板。